识跟住耶稣嘅意思，唔系一次过咗完成嘅事，而系需要经历一个旅程，一边走一边你自己成长。上个礼拜日嘅福音讲，耶稣医治一个聋哑人。是可能我可以比喻我们怎样渐渐学习听去了解耶稣所说关于生命的意义的同信息，跟着我们学到怎样分享我们的经验，因为只听福音是你讲的，都要跟其他人分享。在今天这段福音之前，有讲耶稣医好一个盲人的奇迹。在这里，耶稣一步一步地帮他，这个就是在这门徒身上会发生的，尤其是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问他的门徒，人家说我是怎样的，他们讲出几个不同答案，可能是使者约翰，或者是玛利亚，或者是其中一个先知。但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呢？得到了的答案就是你是西门，即是人家等着要来的那位以色列的君王，墨西亚或者基督，意思就是受苦者。那阵时啲君王是以富有作价面的，叫耶稣做受苦者，即是说耶稣是一个君王。由于这门徒是耶稣的好朋友和同伴，为此他们希望可能会获得重要的职位，拥有权力、金钱等等。不过耶稣突然间开始讲将来他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他会被自己同胞的领袖排斥，受苦，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同埋最后第三日会复活。所有人无法想象墨西亚会遇到这样的命运，相反，他应该能够战胜所有的敌人，获得和其他人、其他门徒都是这样的，可能我们都会是一样的感觉。耶稣接着获得，因为他能的是只是平常人的想法，这些不代表天主想做的方式。基督徒同埋我们都一样，要学习和认识这个事实，我们为我们生命着想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可惜，基督徒始终不会
你把基调稍微转一下。他说他们的基调也是不及他们的基调但我同样的有一个人好这些名义跟着我该弃住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我即是我们要努力做好自己事实上每个人都想有好的生活我们不想要十字架我们连祈祷的其中之一个目的都是上天主带走令我们讨厌的不愉快的事物同埋令我们生活过得真实的但耶稣的天职我们舍弃是很重要越够自己的性命就不可以依持这个世界的物质想自己找到安全感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需要的喜乐不是来自找紧或者拥有物质连带在家庭里面都是要分享我们所有积聚为人付出胜过在人的目利益